诸位观众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顶几集，咱讲到宣读大师啊，用一个假设的问题啊，讲文话，后故文经十二部，单独做千劫，千佛一声，即独做五百万劫，这何意呀？可是有位少人读到这段。 纹会产生这个鱼纹，鱼如果不能断掉，会造成行纹功夫上的障碍。即、這个障碍如果严重，会障碍旺盛，可能啊旺盛到变地。啊，所以呢，即、這个鱼啊爱断掉。 那边呢啊？甲咱回答讲，达沃做作业之人重当」。啊，讲做作业的人啊，这个重爱真当，这是真的。业业重比别人较重，假以辛苦来变啊。业重虽然重，在变当的关头啊，那都特别细了。 啊！为了惊喜，这个时阵若听到呼唤，啊，诶心会格外专注。啊，这是在这个时候啊，甲平常迄个心情完全无共款。啊，平常呢啊，听到这個呼唤呢，啊，可能未真重视啦。啊，可能伊也未想要听。 但是在这个时分呢，生死关头的时分呢，伊就特别的注意听了。善人虽说多经啊，接受之心菩萨吸修啊，这个就是讲，以这种。 接受，伊诶情形甲平常无共。上帝是虽然讲即個,个经，讲迄个经，伊诶心是散乱诶，啊，听袂入去咯，啊，尤其是讲多咯，啊，伊啊抓袂着重点。因此，虽然听即个经多，伊拄做力量都较少啊。 有心善故，度罪少轻。啊，因为呢，见功较侪呢，这个心卡善软，啊，這个度罪功量都小寡，较轻啊，所以度了较轻。那明，佛的明乎简单，明乎简得。 啊，在这个时候，真正是六字不如四字了。啊，念南无阿弥陀佛呢，啊，都不如念阿弥陀佛啊。因为这个时候是顶顶级，跟平常无共。啊。些四字都够觉得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啊，连南无两字都唔念啊。啊，或者弥陀经常甲咱讲，即起名号，名号跟个弥陀经都是干那四字呀。 啊，南无是恭敬嘅意思，是皈依嘅意思。即、啊这个时候，一、这个、客气话拢可以免掉。莲池大师晚年念佛，伊都念四字。啊，有人问伊啊，德堂随笔有记载，德堂随笔是家己嘅笔记。啊，安怎样教人念佛？啊，伊讲我教人念佛念六字。 南无阿弥陀佛啊！那人都问伊啦，啊，你老人家家己是安怎念啊？伊讲我伊家己念四字阿弥陀佛、啊，人就感觉奇怪啦。为什么你甲别人念六字，你家己念四字？莲题大师就讲：我今生决定求生净土啊，客气话都免讲咯。” 啊！我教别人呢，别人未必真心求生净土，伊毋是真正发心要去西方啊。那么加一个皈依恭敬安尼较好。恭敬阿弥陀佛，礼拜阿弥陀佛，皈依阿弥陀佛，南无呢有即几个意思，教阿弥陀佛各一个善言。 即一生不能亡生，等待来生啊！或者多生多劫以后啊，看多几生发了真实心啊，也是当得生西方，有处可依。如果坚定信心，决定在这一生求生，就爱像连池大师讲款，死里之好，唔免立地，决定求生。 所以，这个时阵念这个名号，越简单，越容易。又复名是一，只能立善以自心确确实实，复名号的功能，是把善乱的心归一，就达到一心不乱，有一个效果。 尤其是在临命终时、生死关头，这个时候心比属平常诶，昏阙的多咯，昏阙的太侪啦，啊，唔是一般人会当来修闭，所以一听到佛的名号，就当修心。啊，即阵啊，无时间去想遐有诶无诶啊啦，啊，一切梦想分别集中呢，即阵拢放下。 啊，这就逆心了。由教令正念清明，由心中国正能度罪多劫呀！啊，在这道咱得到一个结论：灭罪多少，完全在心是专也是善。啊，如果是真行专念，灭罪效果就大。啊，如果 有怀疑、散乱、灭罪的力量的少，啊，咱在即搭得到安尼一个结论。所以这一段文非常重要，念佛人未使无明了？下面经文是讲临终时佛来迎接的场面，咱甲经文念了。宣道大师讲解非常精彩，讲你是彼佛，彼佛是阿弥陀佛。 即刻化佛、化观世音、化大世界，这是三性化身来迎接。注意要知影，化佛甲真佛无离无别，即行者见啊，到这个往生的人前面赞叹伊善男子，你你清福民国啊，因为你念佛求愿往生啊，你现在一切随拢变乐。 我来迎你啊！福公，我来迎接你。这个地方有意思啊！咱老爱下面接来解释。作事如意啊！那讲完这句话，这个人就见到化福光明啊，福光遍满吉祥。这个房间里面一片光明，见到之后生欢喜心，就明彰了。 照啊、对福早了对咱这个世界来讲，伊命中了。那么在伊来讲呢，伊是对福早了。成宝莲花随化佛后，成宝池中，这一段文里面讲了六盏代志啊。《贤道大师》的开始在两百六十五页最后一行啊，即有几六啊？有六盏代志。 第一层说明啊，这个、人正在念佛的时候，阿弥陀佛派遣化佛来迎接伊啊。化种应声来现啊，这是说明感应度交非常快速啊。咱这个世界一举一动、起心动念，互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啊，你好怀疑。 是风水界念佛诶人，赫向你啊，强干啊分呢？甲我袂记，啊，甲我漏掉了，啊，即代志毋著麻烦咯吗？啊，其实诶佛不甲你看漏掉去，啊，无袂记，是你家己怀疑，啊，怀疑能不能去往生呢？抑是另去，想到倒呢，想到变地易些，啊，即咱在无量寿经拢有读着。 所以，对于佛的智慧德能，要有决定的信心。十方无量无边世界，无量无边众生同时往生，佛以观音世之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来接引的时候，一个也未漏掉。咱对于这个事实，要肯定，要有坚定的信心。 咱才会当真正得到往生的大利益，感应不可思议。第二，说明三圣的化身啊，甲念华人见了面之后，赞叹伊念华的功德。第三，说明说文化展、画是化佛、化菩萨，赞叹即个人，单说清佛之功，我来迎你。 前文先地是该讲大圣经该讲开始啊，咱现在临终的时候该讲一点仔开始，划分来迎接呢，无提起开始的代志，不论文经之书啊，即、这个阿弥陀观音说起来啊啊，无甲讲啊，你都只听到什么经，无甲提起这个代志。 啊，无讲这阵事情，联盟佛愿意讲啊，在这个地方，但蓬壶的观，壶的艺术到底在哪里呢？啊，为看正念清明啊，我为什么这阵无加提起啊？这个经典来面呢这个独立。 啊，为什么呢？跟他讲以念佛的功德，啊，这点意思真重要，有处可依啊。人在临命终的时，可以念佛，这个重要性超过开导大乘定义。啊，咱遇着这个情况，就这样，无必要讲开始。 啊！希望伊复加念几声啊！刚开始你个恭敬，虽然会当灭罪灭的少啊，念佛句句拢会当每一句拢会当灭五十亿劫生死当罪啊！在这阵啊，加念一句，加帮助伊灭五十亿劫生死当罪，那你可以毋是帮了一真多忙吗？何必在这个时候耽误伊时间呢？ 啊，所以呢，有一寡热心的莲友啊，啊去讲做念啊，我不听讲呢。讲五分钟呢，啊，迄个布都佮掀起来，啊，开始一遍，啊，佮念五分钟，佮佮开始一遍。啊，咱咧看到宣道大师这段解释，啊，就知影在这个时阵啊，念佛重要紧啦。 啊，尤其念经、啊、了，啊，你能免个刚开始啊，别念一句佛。当伊还个念经的时候呢，也是以念佛为主啊。啊，开始呢是个提气，啊，一拿接受呢就光跟念佛了。啊，那么这个开始是啊，看到一无怀疑啊，一个。 放未落去嘅，啊，即阵则需要个提醒，啊，如果佢放下咯，接收咯，冇需要耽误时间，啊，即个时阵啊，讲愈少愈好，重要啊，加念一句佛，减讲一句话啊，所以天道大师讲嘅讲，讲为劝正念清明，啊，唯有劝佢正念提起。 虾么是正念呢？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就叫念阿弥陀佛。这几念起来就是正念。虾么大事都卖过想啊，拢放下卖过想啊，就念佛，无其他念头，这个念就是正念。往生立即，即是快速。不等十善之业，如触境及诸波中。 处处公谈，劝令清明，将为要一也。应知，要是重要，又是利益，最重要诶利益，咱来知影。专攻念佛往生诶功德，是净土三经，在一切经中附带赞叹念佛往生利益诶，那就太侪了。 啊，迄著几若百种经啦、啊，或者讲其他大圣经，附带讲到念佛往生净土，附带讲诶即个大圣经呢，几若百种。啊，过去的本人啊，有人发心去查，啊，我外界敢若是两百六十几种。啊，要印出来流通，啊，已经在台北经纬花庄佛教图书馆。 啊，要让上来，啊，不过上来，跟他只能不能呀？啊，你不如让发心去查，外界是能百六十高种，啊，当然呢，不查掉可能也个有了那么，处在刚敬的时候，熊熊赞叹，就是公处处公谈，宽容持平，持平的困难念佛，可见念佛是真的重要。 是最重要的利益。第四点说明：计谋化众过急啊，这个化众就是化佛、化菩萨、三性的化身。啊，这个重要的修学方法，书胜的功德利益，概括啊，依旧记住光明片脚啊，别人在你面层顶，和光一脚。 啊，好像像即个厝无去啊，啊、那個，迄个墙壁也无啊，啊，亲像在空中同款。佛讲一招，所有一切障碍拢无咯。即、這个人本来有病，病也无咯。本来有业障，业障也无咯。在这个地方注意动手，爱特别注意。最终诶模样是啥面呢？啊，最终。 本来知业种消毒了，啊，学佛的人拢知影，家己的业种真重，啊，要求消业种，啊，到一个地方有拜忏、拜牛黄忏、拜水忏，啊，拜大悲忏，啊，拜断来了后，业种甚是,是真正消毒了呢，实在讲啊，唔知影什么是业种。 拜完之后业障到底敢有消，也唔知。啊，安尼糊里糊涂懵懵懂懂诶，下苦，真难成就。所以一定要知影业障是虾米？业障从哪里来？乎在我在《华严经》上甲咱讲，甲咱讲业障诶来源，业障诶根本在《华严经》出现品顶面讲。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一切众生本来就是佛，噶福转赶快，智慧也赶快，力量也赶快，无差别。但你妄想执着你不能净的，这句话把业障的根源讲出来了。业障是什么？么妄想执着，妄想执着就是业障。 梦想点转呢，变成所执障啊；执着点转变成了烦恼障啊。所以业障就是梦想烦恼啊。那么咱消业障，摆一个忏，拜断了后，烦恼是不是都无了呢？梦想也无了，那安尼都真有效，恭喜你，你业障真正消毒了。 如果拜完之后，同款大梦想，也是烦恼重重。你业种啊，无消掉。一个临命终的人啊，一个临命终念佛的人，业业种为什么消度得这样急？因为伊要救命啦。啊，伊迄个时阵的心情跟病，甲咱平常人好好，这个心情无同款啊，一着急，一赶紧。 啊，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也心专心一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接着念落去，确实无妄想，无执着，伊是真诶，把业种消毒咯，一直甲佛念来，感应道高啊，一真诶，业种消毒咯。佛来咯，佛讲一照就加持，功力稳定咯。 啊，所以功力稳定了，就是烦恼梦想未够再起现行，无法做出来。这是功力加持。虽然有烦恼梦想的有业障，在这个时准啊，不起作用。啊，自己的信念服掉了，啊，或者光明威神来加持啊，来帮助伊协助这个烦恼。 安你就要当王星，咱爱明白这个道理啊。所以念佛不灵不专呐，念经不灵不行。咱平常念无量寿经，从头到尾念一遍，大概爱一小时啊。听讲有人念紧的念半小时啊，那半小时是上紧呐，啊，上紧上紧呢。 啊，过去这个五形法师念四十五分啊，有这个录音带。啊，那四十五分都真紧啊，啊，念到半小时呢，还念未清楚。啊，所以念经啊，还是一小时较拄好。啊，一小时家己一个念啊，念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在这一小时当中不去妄想，不去烦恼。 就是真诶少了业障，逐刚念、常常念，梦想自然少，烦恼自然也少，就是你业障消除诶现象啊！你也感觉真快乐啊！咱现在一般讲呢，你身心诶压力减少咯，无咯，身心,心真轻快，头脑真清楚。 以前做代志糊里糊涂，现在真明白、真清楚，这就是业障消除、智慧增长的现象。以前听人讲话，毋知虾米意思，现在一听就知影，这拢是业障消毒的现象啊！以前人讲好话听不入去，啊，专门听歹话。 啊，讲好话听无啊，讲歹话一听就捌啊。现在呢，好话也听会捌啦，一旦听入去啊，啊啊，人一寡好嘅建议啊，拢会当接受，这拢是业障消除诶现象。你若无家，即个代志目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 啊，妄修瞎练都真难成就。啊，无别修啊，唔系得修生，这都真困难，相当不容易。这是咱一定爱知影。那么，大师这几年呢，啊，常常讲起，常常甲咱大家讲，无量寿经是大圣经的第一经啊，咱净土三经第一经第一部经。 军队灵力清洁，担当罪业。那么无量寿经军队甲其他军队无共款啊？为什么呢？无量寿经上的军队有阿弥陀佛的名号在呀。啊，那么我就讲，同修们，现在这个无量寿经军队是佛说。 大行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，这无阿弥陀佛啦啊,啊，是这上即内面阿弥陀佛讲了两次，无量寿是阿弥陀佛啊，所以阿弥陀佛又叫做无量寿佛。那么清净平等觉是阿弥陀佛的别号，伊个别另外一个佛号。 所以，即个题目念一遍都念了两声阿弥陀佛。你则知影，即部经经题题目甲其他大圣经诶题目袂使一概而论。即个别做功德不可随意。即是家师为什么劝逐个爱念去读诵，就是即个原因。所以，即是在行文当中。 特别是在现代这个社会，修持即部经的效果非常快速，非常有效。五名既亡，功就报名损将，啊，福讲一周伊道跟夫走咯。挖挖王星，啊，即是点大家爱记爱明了。王、啊、星决定是活诶时阵，王星就是阿未断开诶时阵，王星。 毋是讲长开死了后则亡身，啊是将军要断开，即靠开将军要断，阿未断诶时阵，即阵看着回来，安尼豆腐走啊！那么豆腐走呢，即、這个身体无碍啦，单条啊。那么咱一般看，诶，啊即个人，即、這个身体死了啊。即甲一般无念佛往生死诶人，迄情形无共。 看起来是迄个身体拢单调啊，拢袂振动啊，迄是共款啊。但是迄个信息无同啊，啊，即个是伊啊，无断开，就倒回走，离开信息，离开即个身体，倒回走啊，毋、这个、是断了开则离开即个身体。若一般人死呢是断了开即个信息。 阿多阿个经过半小时就完全离开这個身体。但往生的人呢，一一刹那，啊，都得不照啊！啊，伊无什么中阴心啊，无这个啊背修习啦，啊，这个都无。啊，那么咱看了啊，这個、人死啊，其实呢，一无死啊，一是身体不好啊，这就是属实真相啊。所以 A R、啊、呢？ 六名成花，从佛成宝地中啊，一跟着三圣的化身，家己坐在莲花之中，跟着佛教西方极乐世界去安住在七宝地中，这是说明伊往生的状况啊。但阁再看下面经文，经七七日莲花乃乎啊，七七日是四十高纲，这个时间也是依然。 即个世间诶时间来说，毋是叫做世界的时间，有处可低，时间无长，真短啊！四十九天，迄、那个莲花就开了。讲东化富士大悲观世音菩萨及大势至菩萨放大光明，诸其人前为说深清十二部经。 文义训解法无上道心，经十小劫以笔法妙文，得入初地。这段宣都大师说明有五点意思：第一个，花开之后，观音世尊两位大菩萨奉公教义诶，面前，为伊来讲经说法。深清十二部经是指大圣经论啊，无一定只都是部经。 到底说什么经论呢？佛说经一定是克己克利啊！这些人过去学当中，形形色色所修的，是修什么？啊，听真经听过什么经？读相过什么经？学习过学习过什么法门？啊，因为伊自性当中无接触佛法。 伊是在任命将的时阵，特别登开的时阵啊，迄阵则有着善友啊，即生啊，即、這个时阵则听到即个经对啊，甚至于呢，连经对都无听到啊，伊奈捌什么佛法呢啊？但是，如果毋是过去心中深厚的善根，伊决定遇袂着即个缘。 啊，纵然遇到这个缘呢，伊嘛未动心啦。啊，甲讲伊嘛未接受，迄、那个无用处。啊，一定甲伊讲甲伊相应诶经论。啊，伊曾经学习过，伊欢喜，伊一听到欢喜。啊，像咱现在遇到真侪大圣经，拢在即个缘里。有诶经诶，咱一听到就真欢喜。 那有经呢，咱听起来呢，唔去欢喜心，啊，这就是，即、这个法门，跟住，有冇缘分，都、就是为家来判断，啊，即、这个话恼有缘呢，你都欢喜啊，啊，你会接受，啊，话爱有缘，难也爱有缘。 啊，即、这个人讲诶经我真欢喜听，啊，即、这个人讲诶经共款，甚至讲得比即个更较好，伊著是无欢喜听。啊，这是呢人甲人诶缘分。为什么阿弥陀佛无甲伊讲经说法，是观音世甲伊讲经呢？啊，著、就是观音菩萨即、这个缘啊，比阿弥陀佛抑较深。 啊、观音菩萨的言呐、啊，噶这个人，的言呐、啊，比阿弥陀佛较深啊，所以观音来噶说法。真侪无学佛的人唔知影阿弥陀佛，但是无一个唔知影观世音菩萨，无学佛的人伊嘛知影佛门有一个观世音菩萨,菩萨啊，是不是安尼呢？ 啊，像这样代表放假两山寺啦，观世音菩萨。那去要拜拜呢，是不是合乎的呢？不是啊，啊，一般信男信女。啊，中间呢、啊，供奉观世音菩萨。啊，所以有尽罪人，唔知道阿弥陀佛，但是拢知影观世音菩萨。观世音菩萨的地名都超过阿弥陀佛。 甲观音菩萨的缘特别深，所以观音菩萨来甲说法，说甲伊相应诶法，伊一听欢喜开解，法无上道心。菩提心这个时候才发，在大经上咱读着三辈往生，上辈、中辈、下辈拢是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 三倍九品不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讲，这个时候才真正发菩提心啊！伊才知影虾米是菩提心。以往生的时候啊，这是发求生净土的一个念头啊。以前咱毋知影啊，发求生净土即个念头就是菩提心。我有大师在《密度经要解》里面讲出来。 讲你发一念要求生西方净土，即一念就是无上菩提心。虽然伊毋是真正无上菩提心，在即个时候也毋是算真正无上菩提心。但是呢，伊发一念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观音世自在讲经说法啊！迄个时阵，真正诶菩提心马上都发出来咯，可见的。 即个一念求生净土，一念愿见阿弥陀佛，就等于发了无上菩提心。啊，到迄个地方一定发。啊，都是即个意思。讲经十小劫啊，这个十小劫也是依咱即个世界时间来算。具不发命门，伊是基础。不发命门，就是对于一切法通达。 明了啊，得立初地啊，是真实正到初地高位，啊，是名下品上生者啊，这就是下品上生。哎、啊、呀，要有一段是经文啊，那么咱这个根本老调在高丽本啊，对韩国。 高丽大藏经内面啊，即这《观无量寿经》呢，伊后面还有一段经文有十八字啊，讲“德文、佛名，发名；得文、经名，文三宝名，即得往生”。啊，即、這个十八字呢，咱即麦看即个经本漏掉啊，但是在韩国高丽大藏经内面《佛说观无量寿经》有这十八字。 那么，这个地方有一个小主供啊，这个柱盖啊，有讲，讲，这个十八里应该是有诶。为什么呢？啊，玄都大师柱盖内面有这个十八里，可见在唐朝迄个时候呢，迄个时阵诶，根本啊有这十八里。那么，中国经典呢传到韩国，也拢是在迄个时阵传过去。 那么，更可能是后来人抄写，古早的经用手抄啊、哦。那么，抄稿呢，水平下聘上星者，哎呀呢，这十八里都给漏掉去啊。这咱也唔知了啊，只要真有可能啊。那么，注意啊，先亏两百六十七。 第三行啊，第三行，从虚名下品上升者，这只故事终结了。道大师概呢，要啊，可鉴定的这十八确实是原来经文有這十八讲德文复明以下啊，啊道大师讲，行之啊，举出来，念佛往生这個人的利益。 非但念佛得的往生，发心通念亦得去呀。即一句话非常重要。咱在真侪地方有着动手来问啊，这过去家书，情况上连啊，啊，常常有人敢问起即个问题啊，过去在图书馆啊，也常常有人来问。 啊！讲我念观音菩萨念真习惯，啊，那念阿弥陀佛念未习惯。啊，我念观音菩萨能不能往生？啊，是不是一定爱念阿弥陀佛？念观音菩萨是不是我那会当往生？那么这个问题，即大都宣都大师给咱开始证明讲可以。 啊，因为念佛非但念佛独得往生，啊啊，不但念佛呢，一定会往生，法正通念也得去啊，你念佛买往生，买往生，念经买往生啊。所以观音菩萨是啥呢？是正菩萨正啊。念佛得生，念经也得生，念佛也得生。 所以你念观音菩萨求往生，会当得生。啊，尤其家内老人，以一生念观世音菩萨念真罪，啊，这都唔免叫改啦。嗱、啊，你叫改念阿弥陀佛念几句啊，又又过念倒等观世音菩萨，啊，结果呢，伊心拢念乱去啊。啊，到底呢是要念观音，还是要念阿弥陀佛，都个较好。反倒返来。 改这个一心啊，缭乱，改个功夫迫害啊，这是真大的错误啊！那么一念观音菩萨，就看伊一句观音菩萨念到底，卖过界，安、啊、尼法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安尼就对了啊！这个净土经上拢有根据，你念大世界菩萨，你就一心一意念大世界菩萨，念到心清净。 同款消业障，同款往生极乐世界啊！那么有人念南无地藏王菩萨，可不可以呢？可以啊！回向法关，拢可以往生啊！这是念经啊，念菩萨经，佛是经典啊！我无念佛也无、啊、念观音菩萨也无念大势至菩萨。啊 啊，不念地藏王菩萨，啊，我每讲念无量寿经，能不能往生呢？能性。啊，我每讲呢念说阿弥陀经，能不能往生呢？能性。啊，我每讲念金刚经，能不能往生呢？能，能往生。回向法愿求生净土，拢会当往生。你念地藏菩萨本愿经，回向法愿也会当往生。 啊，所以以前家师在南部，无着专修地藏法门的动修念地藏经，啊，念地藏菩萨名号能不能得生呢？能生。啊，法缘会向救生净土。咱在《无量寿经》三倍往生，啊，最后一段看到经文上说明，修学一切大圣法门。 归向救生净土，拢会当得生。那么在此地看到宣道大师，给咱开始又搁得到一个证明：念佛、念法、念经，拢会当得生，这点真重要。所以咱有要修其他法门，修真久诶，都毋好轻易改变，一定甲道理讲清楚、讲明白。 啊，所以更加有信心，心内安定，会当生欢喜心。知影我安尼修法也令往生。人命终是佛以观世音、大世之菩萨，共款拿来迎接。啊，所以读经、念佛，啊，念诸佛菩萨名号的功德，求生净土一定无错。啊，这是。 下品上生章，那么后面呢？啊，咱动手袂使搁放规啊！这后面的经文啊，比前面较重要啊，因为咱拢是做作罪业诶。人啊，这对咱来讲啊，是特别诶重要啊。啊，咱再看经文，二百六十七页第六行诶，经文，复过阿难及维提希。 下品众生者，啊，先把王心品味讲出来。下面是鉴别这一类王心的人所做的行为。啊，在先度大师注解里面呢，小标题是“感激作业”，这段经文讲的非常重要。是咱在生活当中真容易触犯的，只有众生毁犯五戒。 不改及执着改，亦是一个不定之数啦。讲学者有这款的人，非犯五戒不改及执着改啊，这一句是总算除了破戒之外，五戒是在家出家共同的根本戒啊，在家出家拢赶快。 我戒内面前面四条叫性罪，性是本性的性，性罪无论你有修改无修改，犯掉了拢有罪。如果修改改，再犯的，迄、那个罪就加一层，加一个破戒罪，啊，都加重了这一条。如果无修改，所犯诶都是性罪，啊。 袂使讲伊无罪，同款有罪。杀盗淫妄前面拢讲过，即是性罪啊！啊，你无受戒犯掉也是有罪啊，但是受了戒犯掉呢，罪加一丈。第五条饮酒啊，这饮酒伊毋是性罪啊，酒本身伊无罪。 伊啊，无杀生啊，啊，拢是即个植物去酿造的啊。因为酒，伊本身伊袂构成犯罪。在不饮酒即一条街啊，叫做掠罪，掠著是掠制。用现代话来讲，伊是防范预防的意思。预防什么呢？惊日酒本身也无罪啊。 今日酒后乱性啊，酒啉到失去理智，那么做了正面四种罪啊，或者特别噶这一条也列入当戒，这是咱应当要怎样？概率是合乎人共同嘅科目，在佛法当中有三个科目是共同嘅，共同嘅啊，无论修学多些宗派。 无论修学多几个法门，拢必须遵守。第一个是戒律啊，戒律是生活行为嘅规范，啊，以最重要嘅意义是防止咱做罪孽啊。所以讲防非止过啊，过多是贵性啊，甲贵性停止起来啊，这就是戒律。 真正诶精神甲艺术，无论是古早人，或者是现代人，是中国人，抑是外国人，啊，是不合法,法，抑是毋不合法，乃至有受过教育，或者是无受过教育，对于四中戒杀多淫暴，逐个拢是公认啊，这是无好诶代志。可见的，这是一切大众所公认诶。 不但沙婆世界人认为这是罪业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出土，只要有众生之类，对于这四间代志，拢认为是恶事，毋是好事。因此這，这四种界是一切诸佛所制定，毋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发明的。佛佛都懂，拢是这个定律。因此，咱。 想要在佛法内面得到真实的利益，一定要严格去修持五戒。啊，持戒是因，令持戒是大善。啊，三好内面第一条是世间善好。啊，第二条就是戒善。啊，这节的时间到了，咱就公告下，多谢大家收看，阿弥陀佛。